台湾灯会在冬奥再次回到台南举办，其中代表科技未来的高铁灯区将在二月二四元宵盛大登场。除了有主要的灯区、有城里有光的两大展览以外，也有一个真特别的热能专区。金华哥表示，主要是善用在地研发的热能技术，用太阳能和氢能作为发电，成为全国的顶级，为全部拢是用热能发电的展览。热能灯区的部分，咱有一个特别的特色，就是讲咱规个所谓电力的来源拢是为绿电吼，也为太阳能光电、甲氢能发电机，吼，啊，叫风力发电这三个方式来提供咱所需要的电力吼。啊，有一个较特别的，就是讲咱从遮利用即个遮的发电的系统，啊，个储能系统，吼，啊来供应遮的开一个电。那我们使用清风绿能的氢能发电机，晚上也可以连续供电五个小时。借由这两种再生能源的供电方式，我们希望达到一个近零、零碳，而且是能够稳定供电的一个灯会，告诉大家说绿能其实可以应用在实际的生活领域。台湾灯会各地灯区运用最新的绿色能源，也是净零的科技来结合艺术造景，用的都是沙轮智慧科学城当中的发电，也成为这次灯会一大焦点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采访报道。